喂，儿子，是我，你老爸，知道，有事吗？是不是又打扰你练琴了？要不给你买个手机，下次我打电话之前先给你发个短信。别，有手机更麻烦。哎，也是啊，要说也没什么事儿啊，就是听说苏黎过段时间呀要回国了，他跟你联系了没有？没有啊，他想来随时都可以，没必要跟我联系啊。那你看看咱家里有什么缺的，赶紧添上啊，让他住得舒服点儿。行了，知道了。真是想赶回来跟你们聚聚，可惜美国这边啊，一堆事儿走不开。儿子，老爸我前两天又收购了一家科技公司。喂，别碰！谁呀？这是？这么晚了，谁在你家？梁哥，不会是故意吧？爸，这除了他们还能有谁？再说你那房子800年也进不去第三个人，这不会是对，我女朋友。女朋友？我说你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啊？叫什么呀？长什么样啊？今年多大了？小子你可以呀，但是你刚才的语气这也不对呀，对女朋友怎么能这么凶啊？爸，我这边已经晚上11点多了，我们睡了啊，晚安。